今天呢，要和大家分享我又爱又恨的三支口红。第一支，兰蔻196人间绝美胡萝卜色，真绝美，真高级，真显白，是雾面哑光质地。薄涂的话呢，是奶橘的感觉，很少女显小；厚涂的话，超级显气质，还显牙白。这支真的是气质女神必备的一支口红。YSL 21号色，这支真的是永不过时的经典口红。